超级夯的染发界很红很红的耳圈染，好像有人叫挂耳染吧。我想说反正快要过年了嘛，可以来换个造型，换个发型，反正换得好的话一整年都会很好，换不好的话那就再说咯，希望会很好。所以呢，我决定自己来挑战怎么在家耳圈染。这边是卡乐福的染剂，我之前有染过这个雾感灰绿，我感觉这也不错哎。怎么办？选择障碍。还是我们一边染一个颜色。我刚去买了这两罐，一个是卡乐福的染发霜，然后一个是薰衣草纸，一个是蓝莓气泡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我害怕失败，我万一失败，就一整年只有我一个人很惨，所以我找了一个好朋友看谁染得好。那如果两个都染得不好的话，那就至少有伴喽。我们欢迎我们仙女姐姐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仙女姐姐。欢迎她。那你准备好要一起？要一起变漂亮了。昨天我问她要不要拍的时候，她还想说我不想染，但是我跟她讲一讲，然后我传照片给她，她好像就被我说服了。我们直接看最后会变怎样喽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拆开呢，它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是两盒拆开，这个是 B 剂，长条象牙膏的是 A 剂，要把 A 剂跟 B 剂混合，拉拉拉拉完之后呢，就套上这个，那就可以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有送洗发精跟护发素，好吧，期待，好的，那我们要准备来开始染头发喽。先把头发分区，我们会先把上面绑公主头的样子，下面就看个人。反正你就是分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，因为我们有买两个颜色呢，就想说可以搭配着使用。你有大概想好你要怎么染？我应该前后染吧，前后两撮不一样颜色。哦，我其实没有想法，我到现在要准备了，我还没想法。我想说直接上，啊，这样会不会失败率很高？我应该，它颜色都蛮好看的，所以我觉得失误率比较可以比较低。反正我们是靠颜值。我们被骂，我们被骂大，刚留言一下，讲错话了，看谁。那我们先来分区，很像以前学生的时候，学生在家里染那种感觉。对，通常要去染一次头发很贵，而且如果你要染特殊色的话，通常都要漂，可是漂又蛮伤的。而且好像其实耳圈染跟染枕头价格差不多，觉得可以先自己试试看。反正呢，耳圈染蛮差的，反正也戴起来就好了。哎，你绑很上面哦。但我们镜子好像也很小，对啊，不够大。换这个大镜子来，我们很像什么国中小女生在家乱搞叛逆。等一下，妈妈回来直接生气了。上面先绑个半丸子头，有点乱，没有关系。等一下会更狼狈。哎，我这样好像那个什么武林。哎，你你很像杨过哎、欸，然后我是姑姑，我们俩一起做三吊侠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像杨过哎、欸，操！你跟我一起没嘴，不想伤害自己。人家是仙女哎、欸，不是三太子。像杨过，你这样要反啊！你妈知道你要染吗？我根本没有告诉她，我妈根本不知道染头发这种事情。我妈说：“啊，你染这个也催眉。”我妈也很讨厌我染，她再也不让我戴隐形眼镜啊！我戴了，她说：“啊，你好，你怎样把这个看断呢？”我也很想戴戴看隐形。我之前染一次，它整个大爆炸呢。我们家都是先斩后奏，像我们家也不能事情，但我就直接去试。我妈回去才发现。你妈会看这支影片哦？她可能不太会用手机，她都听那台语歌，所以你可能唱个嘟嘟嘟，她就会看。大概分区完成，就是上面呢，就是没有要染的。哎、欸，你上面看那个吗？小时候不是有个是这样子的？不好多，我们会不会听不到的那一种？不会，就这么办。防疫大使，你连耳朵都要戴哦。进去，还有吗？没啦，放就好。不要为难他，也不要为难自己。你为难他的同时，也是在为难你自己。好了，那现在混合完了。天哪，我们真的开始了。进。排号是在你家。干，你要确定的哦，眼睛好刺哦，他帮你吹啦，可以不要，因为我现在打扮，所以你知道吗？等下在旁边，哦，
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大口呼吸。我感觉应该会很好看哦。哦 ，mini J 都弄好了，然后两罐也都，其实都还有剩，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尝试这种耳圈染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找朋友一起。上完染剂的头发大概就是这样，它会湿湿一坨一坨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搜一下，因为这个要放半个小时。好了，现在等了30分钟了，我刚可能设成50分钟，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洗掉了。Make 连蓬头，你平常就用这个洗哦？对。现在再把它冲掉，啊、哦，好屎哦！你像100天没洗头一样。啊，你好像流产哦，白痴啊！不然呢，我刚才怎么回事？吓死我了！哎、欸，你的泡喷到我了啊！你看，怎么有点鬼片感？应该看出来很不一样吧？刚那两个小宝应该五行温暖哎，变为仙女。好，我们现在终于染完了，经过一番寒彻骨，得了梅花扑鼻香。扑鼻香，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比较没有那么明显，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停不够久了。我们好像停30分钟。但是我原本不小心设成50分钟，搞不好在50分钟会很明显。嗯，因为颜色在洗的时候，水的颜色很恐怖，紫紫蓝蓝的，很明显。所以我们原本以为颜色会很显色，对。结果干的时候、吹的时候都还好，但是我感觉它自己慢慢颜色有跑出来，搞不好晚上或明天看又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可能你们远远看看不太出来，但是近看就是看得出来颜色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其实蛮简单的，而且失误率很低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但是有一个小配薄，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前面抓的时候上面抓很厚，你们可以上面抓薄一点。因为其实染耳圈染除了两种颜色好看之外，它就是有一个好处是不怕布丁头。因为我本身呢很讨厌布丁头，所以我基本上我都没有在染头发，所以我刚刚就抓很高。但是其实你抓薄薄，上面一圈布丁头也看不出来。像我们刚抓太厚，就变成说下面的颜色很薄很里面，除非你要拨耳后啊，或者是你要绑头发，可能才看得出来。你这样直接盖起来是整片盖下来，所以其实根本就看不到你染的地方。因为有些人是那时候如果是染这样，他至少这边就是还看得出来。对，我们就上面抓一点点就好，不要抓太多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对，除非你褪成别的金色之类的，可是那可能就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但依我们现在看的话，就是黑黑紫紫的，黑黑咔咔，黑黑咔咔，很棒，就是算是一次不错的体验，很好上手。对，因为如果你是枕头染的话，很容易可能染不均匀，都看不到。而且枕头染的缺点是因为你一定要染枕头，所以头皮很容易伤到。但是这个耳圈染啊，因为你会分搓，所以其实再怎么样，上面有那个发圈，不会碰到你的头皮，所以算蛮安全的。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玩玩看，反正就是一个新造型、新纪念吧，不然永远都是长一样，会很无聊。你成功了就很好看，然后失败你就顶多把它盖起来，对，看不出来。对，其实看不太出来。而且反正你长得那么漂亮、那么帅，失败也没啥了，对吧？对，你是帅哥美女吧，颜值取胜的嘛。对， OK 的。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按下订阅，帮我分享给你身边想要耳圈染的朋友。那今天谢谢仙女姐姐陪我一起来拍片，那各位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拜拜。